得不偿失。那看到张贤次的部分呢，他在第七局来接替安迪投球，目前已经连续解决了八位新龙龙队的打者，目前为止仍旧没有被敲出安打，也没有投出保送，投得相当精彩。是，那重点是敢于对决。这个球郑达宏上来代打，上来打第一个球，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。哎，这个球三个野手都过去，结果没有接到郑达宏，要上二垒。哇，比赛还有变数，后面还有好戏。两出局之后，郑达宏上到二垒，原本看样子是一个比较 routine 比较平凡的高飞球，但是打的位置是很巧妙。对，还是安打啊，一个德州安打啊，正好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了。三个都到位了，这个左外野手没有接到这个球，周思齐。